个祥和的午后，一名男子开着车在自家后山悠闲地兜着风，突然一声凄惨的求救从远处传来：救人呐，快来人呐。男子停下车急速奔向呼救现场，却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。干什么呢？放开那只狗。一场大战一触即发，衬衫男能否打败胸肌、腹肌、肱二头肌都很发达的拳击高手袋鼠吗？什么？刚才我经历了啥？比赛已经结束了吗？你给我等着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去，你叫我等就等啊，我要回家了。果然，那只被打的袋鼠找上门来了。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你有本事打了我，怎么没本事开门呢？开门！你有本事打了我，你有本事开门呢？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开门呐！开门呐！开门！开门！开门呐！哎呀，我的袋鼠，你是被雪姨附体了吧？